谁的闹钟啊？吵死了！不要一大早就生气。好像觉得有点奇怪哎、欸，怎么会变成鸟？我们是人类吗？这里住着一群似乎拥有人类意识与情感，坚信自己是人类的鸟，而这样的状态被称为 New Art Terrible Symptom 新型怪奇 QQ 症，简称 NOTS Nuts。 大家好，我是乐乐，今天发现自己变成鸟的时候真的吓了好大一跳呢。我们是不是天选之人？新型怪后来发现真相，例如背负着全人类存亡使命之类的。我宁愿永远不要清醒。嘿，他就是这样啊，不要太在意。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可以找我。你倒是说句话啊。Nuts 是指我们是一群瑕疵品吗？如果只看 notes 的话，确实是否定的词。我们大概是不被需要、该被处理掉的存在吧。哎，不要这么悲观嘛。哎，听我说一下啦，事情不一定会这么糟糕嘛。想处理掉我们？问过我了吗？我们一起逃出这里吧，就叫做 Nuts 出逃计划。没有解不开的结，每一种情绪都有存在的意义。